我看有兄弟啊，希望这个假日助手啊能够常驻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假日助手这个活动啊返场的确是非常频繁，好像刚结束没多久啊又返场了。对于广大玩家来说也是喜闻乐见啊，因为可以一键完成很多日常活动。以前假日助手我记得好像是单独一个图标吧，这一次直接融合到了日常任务这个模块里，那是不是意味着魔方真的要把这个活动变成常驻呢？本来我还觉得可能性不大，因为我总感觉它和超影服务啊会有一些重叠。但是我又去看了一下超影服务啊，它虽然也有扫荡秘境啊，但是它丰饶之间是可以直接免费完成的。而假日助手的话，你丰饶之间如果想一键完成的话，是要额外花20金币的。另外超影服务啊还有很多其他额外的奖励，比如说多30%的资源，任务集会所可以免费刷新6次等等。可以说是有重叠，但是重叠的并不多。这么看，假日助手常驻啊，的确是有可能的。支持常驻的兄弟们，一键3连啊，说不定就成了呢。